锤锤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，邀请鸡仔来家里见见这位新成员。鸡仔刚进门，猫咪就围着它转了好几圈。看来小猫还挺喜欢我的嘛，我果然是人见人爱的鸡仔。那就麻烦亲切的鸡仔帮我照顾它一下咯。锤锤走到厨房给鸡仔准备水果，鸡仔则在客厅陪猫咪一起玩。为了让猫咪更开心一些，鸡仔开始放起了音乐。来一首我最爱的摇滚，小猫咪跟我一起跳个舞吧。这时的猫咪却突然瞪大眼睛，急得挠起地板来。鸡仔见状连忙关掉了音乐，呼喊起锤锤来。锤锤，猫的舞步也太凌乱了，怎么慌张成这个样子啊？嗨，这是因为猫咪不喜欢刚刚的音乐，过大音量或者是刺激性太强的音乐会让猫咪感到不安的。哎，可这音量也不大啊，不就是普通的摇滚乐吗？猫咪可不会这么觉得，猫咪的听觉比我们灵敏多了，它们的耳朵有30多块肌肉，而人类的每只耳朵只有3块，而且猫咪的耳蜗结构可以放大声音，所以你刚刚播放的音乐对猫咪来说可能是噪音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他们岂不是都不能听音乐啦？哎，恰恰相反，猫咪喜欢听音乐，还有自己的偏好，这主要取决于音乐的频率、节奏和声调等特征。研究表明啊，猫咪对高频的声音更感兴趣，因为这些声音类似于猫咪交流和猎物的声音。喵喵喵喵。鸡仔，你也在试图和它交流吗？不过小猫咪好像没什么回应呢。鸡仔尴尬地挠挠头说道。那我们放一些猫咪喜欢的音乐吧。锤锤开始播放古典音乐，音乐轻柔流畅，猫咪听后慢慢地平静下来，满意地闭起了眼睛。哇，果然神奇，猫咪们也是有个性的音乐家呢。和我一样。那鸡仔，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呢？对我来说，撕开零食包装袋的声音就是最动听的。温馨提示，小朋友们，悦耳的音乐对动物们的情绪有安抚作用。有研究发现，奶牛听轻音乐时能产更多的奶，小狗听到古典音乐会平静下来。对猫咪来说，一些专门为它们制作的音乐会让猫咪更加愉快。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科锤锤，我们下次再见。